会很在意的那个蝴蝶袖的部分。那我来了。对，那因为你看没差。桃姐最在意的是两条的，我已经变成鹅的袖。没有，因为这个其实这个弹力绳它很好用，它可以训练我们几乎全身上下的部位。就像刚瑞莎就是有做一些飞鸟的动作，其实这个弹力绳它其实也是可以做到这种动作。哦，这样拉起来。对，然后如果我们的手臂的话，其实也是可以做这个动作。训练手要往外拉还是怎么拉？就是我们的肩膀不要耸起来，然后我们踩着手不要完全打直，就是微弯，然后挺胸。抬起来，抬一边，对，所以两手的话会抬到两边，抬180度，然后两边一起抬，对，两边一起抬，或是做单边也可以。像刚刚瑞莎就是她只做单边嘛，嗯，对啊，她刚刚拿保特瓶。那我们比较矮的人会不会觉得没什么拉到的感觉？不会，没关系，因为她这个其实她这个每一个阻力，瑞莎帮你没有这么矮，没有这么矮，好。那其实这个阻力可以自己调，你如果觉得阻力不够的话，你可以卷一圈。哦，卷在手上，对，你可以卷起来，然后直接这样。可是女生的话，做对吗？这怎么拉不起来啊？好酸哦。对对对，然后再抬高一点，抬到腋下成90度，对，再高一点，再高一点，高一点，哇，真的会酸，感觉真的会酸。然后我今天要带来的就主要是一些那个女生会比较在意的蝴蝶袖的部分。蝴蝶袖，那蝴蝶袖的话，我们先踩着右脚，先踩着，然后我们的左脚往前跨一步，左脚往前跨一步。那我们的手的话都是这样子。这样子拉，就直接这样子拉着，所以对瑞莎可能要反过来。你把你的手从后面抬起来，哦，后面这样，好难哦，对，上往上，好紧张，哎哎 ，OK， 好 OK， 然后我们的手肘夹紧，手肘夹紧，然后手伸直，还有，好，手伸直之后 ，OK， 瑞莎伸直，我站住。下来，其实手肘到肘关节成90度就可以了，不用到，不用到最底，对，就肘关节到90度，然后再往上拉，再下来，啊，再拉，再下来，有没有很酸的？对，这是蝴蝶袖的，对，这是受蝴蝶袖的，就其实这种东西在运动用品店其实都有卖，然后其实你可以在家里做就可以了。对，然后一样就可以像瑞莎刚刚讲的，就是做15下或是做12下，没有关系，你可以自己定。好，谢谢我们的小姑，谢谢谢谢。接下来要进行的是拳击有氧。好，迪曼要教这两个男生呢简单的几个动作。对，不是我们，是他们。好，对，要先尾蹲，尾蹲，尾蹲。然后呢？手放下巴，然后要靠腰的力量把拳靠腰的力量，腰部的力量出拳。那下一个动作是，左脚往前一步，然后手拉直，像这样。另外一只脚要这样抬起来，这样打。哦，全身要拉直，对。好。然后下一个动作就是类似防身术的技巧。防身术。对，可能压住对方的背。压住对方的对，先打两下慢的，两下慢的完之后再加快4下，1、2，这是打人的动作，真的很难忘怀呢哦。对，然后再敲下巴也是先慢的两次，敲下巴，1、2，再快的1、2、3、4，哦，然后一样左脚再往前，再做一次伸展4下，好 ，music， 这么快。其实男生有点跟不上。不要脸的臭男人！快东西，快东西，我踩死你，别拉你！我只走同一边而已。哦，都不用换边吗？陈辉，好快呀！这个累，流汗呢。很喘哦，好烂，这不到30秒吧，烂透，对啊，烂哎，真的，突然脏了吧？对啊，阿小美，怎么样？小美她自己 OK， 可是速度上有比较跟不上啊，因为突然太快，对不对？她没有渐进吗？她
一开始就这样哦，直接这么激烈哦。对，我一开始上课老师就开始这样喊了。刘璇，就是因为我们女生啊有很多烦恼，就是说像减肥的时候，我们想要减某些部位，可是很容易就一减就瘦到胸部了。那我们就想说，是不是有什么办法可以减到我们想减的地方，但是不是瘦到胸部呢？其实如果不要瘦到胸部，一定是要很长期，然后逐渐的。用健康的方式，就是饮食控制跟运动，然后好的睡眠，慢慢的减重。因为你突然减重的时候，你的荷尔蒙容易失调，然后这样子会容易瘦到胸部。每次人家说的你就吃七分饱就好，可是每次当我们就是发现的时候，已经十二分饱了。哎，你吃太快，吃太快，吃太快，就回答我的问题了。加酒啊，吃太快胀啊。因为这是不是讲我们的人类那个血糖的反应是比较慢的，对不对？所以你如果慢慢吃的话。其实他大概很久以后就告诉你，其实你这样就够了。对对，也要看你是吃高升糖的饮食还是低升糖的饮食的。如果低升糖，它本来就是慢慢稳定的上去；啊，你如果是高升糖的饮食，忽然间飘高，然后又会下降，下降你又容易开始又变饿，又想吃东西。高升糖的包括哪些？高升糖就是蛋糕啊，然后很甜的水果啊，或糖有糖分的饮料啊。所以饮食也是很重要的部分。然后谢谢迪曼，谢谢两位男生。有氧鸡皮请出列。接下来鸡皮呢，即将带来有氧舞蹈的这个训练，来有请。好，还有 music。来，右脚踏步，双手摆动，踏并拍手，拍手。来，往前三步，一拍手，三配二，来一次。来，右左右左，来，双手放前面，每一下肚子要用力哦，双脚加快，哎，哦，四拍，四三，往前四拍，加快加快再快，往前看，哎呀，四，三，二，一，来，右左右左。诸葛亮啊，诸葛亮！好，小跑步，来，慢慢跑到右边，来，手到后面都要保持90度哦。哎，等下肚子要用力哦，加油！四、三，双手加快，哎！哎呀，肚子有狗追啊，有狗追！我搞过，还有四拍，四。露露不要混，露露不要混，露露加油！往后跳手，来换边加油，最后一个动作了。好嘞，预备，还有另外一边，四、三，双手加快，哎。我发现跟得上的是露露，其实因此你都会有点卡。对啊，中间有些跟不上。Prior， 我是换动作的时候来不及换，就是不想换动作了。而且你拼到一种已经有肌解的表情出来了，是不是？而且我觉得我已经用到手要脱臼了。对啊，老师说你发现有那个会员已经开始跟不上，还是要说快快。还是要这样逼他们吗？如果不舒服或什么的话，他们会自己慢下来。所以其实有氧真的很健康啦，好不好？谢谢我们的教练。谢谢。